到上了火车，到了武汉，他敢打电话骂你出了境啊，是吧？你在骂呀？你可见共产党的高官有多无知？刘华清的儿媳妇，而且是二部的，哈，结果给盯住了定位，上去在火车给抓回去了。啊，就这事发生了一星期以后啊，在那里。